你们两个在家两个月了，晚上熬夜，白天睡觉，不洗头发，不收拾，房间乱得像狗窝，一醒来就知道玩手机，给我马上起来吃饭。把门关上，别管我。你们知道起床了，这都几点了，是国家让我们睡的，就算不睡觉也没法出门啊。读了几天书就你道理多，你把男朋友带回来什么都好说。我受够了，你以为我们想待在家里吗？包个饺子嫌我包的丑，我一进厨房就叫我滚远点，整天关注着我们学校那个城市疫情怎么样，是希望我们能早点回去，好让你眼不见心不烦吧。放肆！继儿，你洗澡怎么洗这么久，是掉屎里了吗？能洗出花儿来吗？我洗个澡怎么了？真是每天不是被嫌弃就是在被嫌弃的路上。你不应该被嫌弃吗？你看看家里到处都是你的头发，还不扫地，回来干嘛？给我添负担。母后，我错了，是我不好，您生我还不如生块叉烧。那倒也不至于。果然只要我认错得够快，母后的怒气就追不上我。女儿啊，我刚看你拿手机心花怒放的样子，和谁发短信呢？是不是交到男朋友了？谁交男朋友了呀？我磕 CP 呢，我磕到真的了。你给我麻溜的滚，家里待那么多天，你的头发也该剪剪了。这不是理发店还没开门吗？爹给你剪啊，我当年给你剪的那个发型就很帅。可千万别，晶晶会嘲笑我的。不可能，我去问晶晶。晶晶，你看这发型怎么样？伯父，让国超做假发套办永久好吗？我只是出去上个大学，你们怎么能把我床给卖了呢？腾个地儿给你娘跳广场舞。爹娘是真爱，我就是意外是吧？我寒假回来都睡俩月地板了。有地板睡就不错了。啊！你一回家，水费电费就翻倍。你给钱了吗？我哪有用那么多？你再看看垃圾桶，全是垃圾。垃圾桶里当然都是垃圾了。以前都是空的，你一回来就满了，也不知道倒一下。哦，你好，女士，你在这里做什么？找校长。找校长干什么？我家孩子功课要心梗了，快开学啊。那只能去求学校了。拜托，快开学吧！校长好像还没有听到。开学啊，校长！开学！校长！辅导作业有什么难的？上网课的时候你也跟着听不就得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能不能别说风凉话了？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你见识过没有啊？倩倩，给你爸爸背下26个汉语拼音字母。阿白菜在欧尔夫干哈伊杰克艾洛尔姆奈欧派丘尔埃斯泰乌维拉西亚在。听到了吧，倩倩 ？Are you kidding？ 什么意思？你是凯蒂吗 ？No，I'm serious 呢？不，我是希尔瑞斯。啊，不生气不生气，是亲生的，是亲生的。尚恩，来跟爸爸念啊。农民伯伯。农魔冰冰。农民，农民，伯伯，伯伯，农民伯伯，农魔冰冰。我突然理解了刘备想摔阿斗的心情。你怎么这么没耐心？尚恩啊，妈妈教你数学啊，你知道11-2等于多少吗？不知道。你看啊，1-2是不是不够？那我们向前借。那他要是不借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从小辅导你的功课，可是到了高中我就不会做了，都不好意思吼你了，这可怎么办呢？爸，你忘了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哎呀哎呀哎呀，你都大学毕业了怎么还没对象啊？也不会做家务，也不打扮自己，怎么嫁得出去呀？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赶紧的，待在家里闹心呢。其实父母都是倒是罪都不喜，家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体谅嘛。你呢，早睡早起，没事就捧本书看看。
像现在这样多做做家务，再捶捶爸妈的彩虹屁，你就能当家里的最强钉子户了。想看更多搞笑视频，神仙配音，还在等什么？关注怀秀帮吧，我们下期再见。